感谢能和校长一同举办苍蝇的腿毛生物科学营的活动。在活动中，小朋友借由显微镜观赏到微观世界的奥妙，进而在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。未来希望能和校长继续延续生物科学营的相关活动，补足现有教科书中的不足。谢谢校长。